哎，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62栋3号楼在哪？嗯，在那边，走进门左转啊。哦，谢谢啊。嗯，坐。来，宝贝，等一下，妈妈。 回家吧，雨薇。以后见到爸爸，我们要说什么呀？爸爸，我好想你，妈妈也想你了。嗯，你跟妈妈回家吧。那要是爸爸不回家怎么办呢？ 那我就这样。杨哥，要买花吗？要哪个？我喜欢这个。来，雨薇。 好，你慢走。谢谢啊。谢谢杨哥。杨哥，上来。